原来是暗灵老木，你看还有脸。决斗，还是他会讲话？哎呦，好凶残！好哦，好了解。恢复500，啊，我的血是多少？700。要等他的龟头出来才可以躲。哎呦！靠腰，我又太早跳了。但其实可以打很快的，雄伟之术的术师。